Hello， 各位欧洲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肯伦，欢迎收看这支影片。这次的影片除了会实测破风使者10到230，在有一些事前准备以及高级通行证的情况下，一次练完要练多久，还有展示练到230等会额外拿到什么好东西，让各位可以考虑要不要练上去哦。影片下方资讯栏有建立目录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片段哦。事不宜迟 ，Let's go！ 这次的事前准备，战地8000，全传授，准备好了精灵坠饰、轮回杯子、高级通行证。将极限属性的秘法符文点到10，而高级通行证的 ARC 有450个，还有每日跟以南硬币可以兑换获得的秘法符文。将消逝的旅途吃到6等，救救爱尔兰吃到6等，拉契尔恩吃到6等，阿尔卡纳吃到7等， ARC 380就可以在土之森练最后一里路咯，不妨可以试试看。Yes， 各位，这时候我们要去弓箭手村了。好的，我们漂亮的完成了两次，快乐的完成了230等。然后我们一样来这个朱尼，见到他第三次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这罐药给喝下去，晋升230等。哟呼，我们230了，没错。230之后呢，我先洗一下。会卡烂，阿甲烂，好了，我们230了，所以呢，时间暂停，暂停完之后，各位230等姑姑通行证可以拿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跟这个朱尼对话，姑姑通行证啊，不是他啦，对，跟他对话啊，那你恭喜达成230等，勇士充满毅力模样，实在是太帅气了。我特地为了至今努力奔驰的挖洗破轰啦，准备了惊喜礼物。要准备我所准备的礼物吗？好的，靠北。对话与朱尼对话。哦吼，是的，获得第三次的第三次的持之以恒的达人。我们获得了这个是持之以恒的达人勋章。然后他的能力呢，有这个大概这个一。
一个月左右，对，一个多月左右，那能力值倒是挺强的，像是攻击、逼伤、无视都有，还有全属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勋章。哎，我们就可以带在身上了，下方就会显示持之以恒的达人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我们完成了这次艰难的任务。以上就是这次破风使者10到230等的练等之路啦，总共练了15小时42分钟。这次原本应该是生命斗士系列，但是因为生病的关系，没有办法一次练完，整体分成了4次才终于完成。这次练等比起以前的实测感觉更加轻松，游戏逐步的优化以及改善是主要原因。希望这个实测影片大家会喜欢。而影片中的练等地点或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也还不错，大家可以尝试。最后也建议大家不要一次练完，真的要练很久很累。影片最后有拿到230等的勋章，持之以恒的达人，能力很不错，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想要练得更高的风友，不可以错过哦。好了，这部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